吃饭今天吃南瓜，还有扣肉，还有这个小南瓜。今天的盘子掉不了。这个梅干菜拌饭巨好吃。这个冲出他们家的梅子菜扣肉，都是采用那种上层五花肉，冲出的梅菜扣肉还是给姐妹们开的618的活动价格，平时是2盒的，现在是3盒，到家用牙签扎上几个孔，蒸锅上蒸上25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配料干净。这个梅干菜都是用肉丁炒的。好看。